了课，做完了作业，谁还不得玩一会儿呀？二五六，二五七，二八，二九，三十一，女同学们可爱跳猴皮筋儿了。男同学就不同了，他们喜欢做这样比较紧张的游戏。干什么事儿都得找个合适的地方，玩也是一样。就说抓拐子吧，这就应该在干净的桌子上抓。要是坐在这儿抓呢，可就不好了。刚换上的衣服又得要妈妈去洗。这在干什么？哦，攀岩画呢。使劲儿！这块地倒拍得挺干净，可是手呢？要有个麻雀该多好啊！啊！你要干嘛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！时候应该先想一想，在什么地方玩合适，怎么玩才有趣儿。你们看，这些爱玩风筝的小朋友多带劲儿。他们先在屋子里大家动手，分工合作，把风筝扎得又大又好看。天气好，地方又宽敞，这才玩得痛快呢。小朋友，让我们尽情地玩吧，看谁玩得最好。